枕头上的化妆品、金刚指甲、除痘痘的无线手套和一个模特男朋友，观看物上的新视频，学习为女孩们准备的有趣而尴尬的生活窍门吧。贝拉在画人物，但是模特不停地动，马丁，这儿别动，我想我得向我的朋友寻求帮助。哇，马丁就像雕像一样，他可以永远盯着这个漂亮的女孩。快点，快够到了，无法够到，我只需要另一英寸。别担心，可调高跟鞋是本季的必备单品，只需增加一些英寸，现在我可以完美的够到书架了。我被幸福的情侣包围着，但是我没有男朋友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和我拍照，但是我很想跳出框框思考，我只需要一个假胳膊。小姐，放回去，给胳膊穿上外套并拍照，标签牵手。警察，耶，就是他，在你巨大的包里找不到钱包吗？等等，请拿着这个，在这儿的某个地方，我要找我的钱包，只需等一会儿。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对不起，这好尴尬。阿黛尔，我有很棒的生活窍门给像你这样的人，只需把手机扔在钱包上即可，而且你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并立即找到他。需要你的钱包吗？打个电话吧。好了，你就可以在包中找到他了。此外，这是阻止犯罪的绝佳的生活窍门。你想偷我的钱包吗？没那么快，警察，有抢劫，他在那儿，逮捕他。好的是，我也把我的手机粘到警察身上了。人们总是让孕妇插队，这是个很好的点子。假冒的大肚子是我高效生活的救星，请先买吧。想在电影中得到更好的席位吗？你假冒的大肚子会拯救你的一天。哦，我的鞋子解开了，我无法够到，因为我的肚子。好了，你能拿着这个吗？这样好多了，谢谢。你的遥控器坏了吗？哦不，更糟的是，你的指甲坏了，这是一个悲剧。但是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，金刚狼紧急美甲诊所，现在就打电话预约。指甲抢救手术现在开始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为你的指甲注入了坚不可摧的金属金刚砂。哇，现在我有超强壮的超级指甲，习惯这些指甲需要一段时间。哎呀，我把扬声器弄坏了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可以用手修剪我的花，这是如此有用。哦哦，我的整个脸上都有痘痘，
看，贝拉，太可怕了，我必须躲在家里直到我老了。哦，阿黛尔真讨厌，但是等等，我有一款出色的抗痘设备，无限手套，只需打个响指，你的痘痘就消失了，试试吧。知道了。哇，嗯，贝拉，请给我镜子。嗯，哦哦，只有一半的痘痘消失了，这是欺骗，灭霸可以更努力点。来个不错的自拍如何呢？我脸上有痘痘的时候不太好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仍然有好的一半脸。不，这也不行，我有一个简单的生活窍门，用镜子反射我好的那边脸，现在我的脸完全对称。我应该穿什么衣服去约会呢？我无法选择，我需要花3个小时才能准备好。冷静点，时尚达人。我知道一个生活窍门，拍摄所有你拥有的衣服，然后把它们放在你的下巴下面，你不喜欢时就向左滑动。哇，我喜欢这个。我准备好去约会了。早上天气不好，你的衣服皱了吗？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生活窍门。亲爱的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在我准备的时候，我的男朋友用他强壮的身体拉平了 T 恤上的褶子。哦，哇哦，太光滑了。谢谢，亲爱的，我们去换衣服吧。哦不，我睡过头了，这是我的第一次约会，我要迟到了。我需要快速化妆，快点快点，我没时间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得走了，拜。这是一场噩梦，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化妆。我的生活完了。除非我想到了一个很棒的生活窍门，我只需在枕套上化上妆。我明天想要看起来像什么样子的呢？我想我会看起来像这样。然后我只需脸朝下睡觉。我醒来后，我的妆就化好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枕头会在我睡觉的时候乱动。哦哦，我的嘴唇搞错地方了。对孕妇来说，决定吃什么很难。冰箱是空的，但是我有一个点子，我会得到一份杂货店收银员的工作。哦，制服穿在我身上看起来很好。哦，可乐，绝对的，我一直想喝汽水，谢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会付钱的。薯片，是的，谢谢。还有一些巧克力。嘿，那是我的食物。好吃。下一个。嘿，你总是赢，这不公平。但是我知道我该如何搞事情。我要给游戏手柄加上一点油条味儿。想继续玩吗？准备再次输掉吗？阿黛尔，这次我们会看到谁会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手柄太滑了。耶，我赢了，终于。今天我在户外画画，
我觉得我好有创造力。当然，我没有注意周围的任何事。你喜欢我的画吗？漂亮吗？哦，贝拉，这好尴尬。我认为你到了美院的那个时候。这只是颜料，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永远会挽救这一天。我可以在裙子上画一个新的杰作，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。漂亮。哦，拜托，按这里拍一点，这太不舒服了。嗯，嘿，阿黛尔，你在做什么？试图抬高我的胸部来自拍。不要伤害你的肘部，我知道一个简单的口香糖生活窍门。嚼一些口香糖，用它来抬起你的胸部，你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填充物。享受有勾勾的自拍吧。你喜欢我们为女孩准备的生活窍门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，告诉我们你认为哪一个是最傻的。枕头上的妆容，用无线手套对抗痘痘，或者用镜子自拍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